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你一下，你觉得你是掉星还是加星呢？掉星加星。你觉得是几颗？我想成为第二个四颗星的班长。好，这名肯定不会掉吧？我，你们是望天吗？哎，赵明林，真的耶，是掉了。妈，我是想知道很严格是吗？这次严格严到我这里来了是吧？这是谁评的呀？对，我就想知道谁评的。肯定是老师评的，那是选管评的嘛。比起来，其实跟后面比起来，他们真的就弱表现很好，而且他们的编舞好像感觉也没有编舞，他们编舞很好看，他们老师跳的时候，他们的舞蹈是最好看的，最炸的，所以这个班就是赵平林掉一颗星，我们班没有五颗星的了是吗？我们班现在没有五颗星。